最近业内有个传闻，说是方舟的市场部总监泄露用户数据的事情，是他们自己人捅出去的。说话啊！我是担心啊，如果这个内鬼出现在我们部门，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。查呀，找到内鬼为止。东西都处理完了吗？不该说的，一个字也没说。找谁当替罪呀？死对头，魏总为你求情，你居然反咬一口，没见过你这种忘恩负义的。